我觉得应该是回到家就很轻松，就是比较放松。还有一个，回到家以后可以放下。设计师梁建国，中国室内装饰协会设计专业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陈设艺术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。梁建国的作品一向以简洁典雅的风格而著称，而这一次他将各种功能融合在一起，设计出了一个超凡脱俗的空间。我觉得未来的家应该是这样，有的人喜欢收藏啊，有的人喜欢看书啊，有的人喜欢喝茶啦、啊、家有家的感觉，就把很多东西把它混到一块去了。在这一次的设计中，各个空间之间既能融会贯通，又能互相独立。过道与餐厅之间，客厅与书房之间，甚至连卫生间与卧室都没有明显的隔断。在整个设计中，最令人难忘的就是进门处的一张巨大的桌子。宽大的桌面仿佛穿越时空，完成了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。它实际上体现的是有很多种意思，就是说进门的地方，它有一个台子，有一个就是迎接的意思，还有一个就是说它有一种穿越，就是给人家起很多的遐想。在装饰的细节上，梁建国则采用了很多原生态的材料，主要的材料木头啊，铜啊，砚石啊，就石头，就是这种，就是用的一些相对比较朴实、比较自然的材料。简单的材料，朴素的设计，这些家具在整个空间里显得格外协调，富有禅意。在客厅的中间，最吸引人眼球的家具，则是这个既古典又现代的鱼缸。其实这个鱼缸是就是铸铜，铸铜跟焊接几个结合的一块。实际上，它这个鱼缸也是个茶几，它是两种功能的。其实这个也就符合我的一个思想，就是艺术生活化。我没有把它叫做艺术品，是产品。等于说，我的任何一个艺术品都是可以实用的。所有的家具都像是一件未完成的作品。在现在的工业底下，我强调的每一样东西是手工做的，就是回归自然，就是用这古法的方式来做当代的东西，就这样的话，它会显得更耐看，还符合了我的思想，叫制造中。制造中就永远都没完成，永远都还在制造，就给人有一个遐想，有个联想一样，实际上它已经完成了，但是这样会很亲切。墙面的装饰画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自由搭配，任意组合。餐厅里的竹简仿佛记录着历史与传说，就连传统的活字印刷也变成了现代的装饰符号。只把中国文化当代化，实际上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内容，它就是一个装饰。我觉得就更多在强调中国制造本土设计。在光与影之间，整个空间仿佛在诉说着东方的故事。就是你看，每一样东西都是原创的，并且你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它本身的故事。在整个设计中，简洁朴素贯穿所有的空间。餐厅里的台面几乎没有任何装饰，卧室里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，所有的空间都显得那么干净简单。一个是我尽量做少，使我现在更大，有时候不是做多，因为我觉得装饰时期已经过了，中国的文人雅士生活要留白也是画了。梁建国认为，
无论是设计还是生活，少即是多，而简洁朴素的设计才能让人的身心得到放松和让生活更加宁静。女人其第一个起身也是要回家，想回家，还有一个回到家以后可以放下